前整个的财经状况，比如说你看一下新闻，常常会讲到说，哎，打货币大战，哦，什么叫货币战争等等。那央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包括去年，好，不是去年，从2009年开始，美国量化的一个货币政策，包括去应该想见年初的日本，好，他把通货膨胀率提升到目标2%。其实这两个是讲法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好，那这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可能都要透过这些货币银行，好的一个认知，你才会知道为什么各个国家要这样子做，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那基本上来讲，我只是把货币银行应用学习的课嘛，我只把那个基本上的一个概要让你们知道一下哦，它的一些专有名词，它讲的是什么东西。好，然后重点是要你们去想，透过我教的这些专有名词，你怎么去拿到实务上来？好，那怎么去判断？可不可以？那我们基本上我们一开始会介绍这个什么叫货币。好，那还有一些金融市场一个金融体系的一个运作，然后透过理论上的教导，还有包啊应该搭配业师实务上的一些结合在一起，那你们可以稍微判断一下，以后也可以自行进行分析投资，或是当有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哎，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进行投资，可以让自己的那个就是受到金融风暴的伤害可以达到最小，好，甚至是不会受到影响，可不可以？好，所以我们接下来的14周，我们的课程上的安排是这个样子。那刚开始，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导入我们的课本的使用，那里面内容在讲什么？好，那我们还会介绍一点货币的功能。那下礼拜我们会介绍金融体系。哦，哎，这个对，下礼拜我们会介绍金融体系的一个运作。那这个，哦，我们今天会讲货币的功能，然后下礼拜是讲演进。那下礼拜我们照理说这个应该要先讲，哎，哦对，这个会先讲，那个叶师他会来讲整个的金融体系的简介。好，也去运作，然后在叶师他也会介绍目前金融市场的工具，好，最主要是我叫他介绍一些实物商品的介绍。好，如果当你以后工作了，领到薪水了，那当银行理财专员给你介绍这么多商品，你怎么去判断，可不可以？好，那当然这个金融市场工具以及利率跟汇率，照理说这个要先讲，然后这个那之后讲才对，应该要有基本认知，你再去介绍实物商品会比较有用。那因为这位叶师他目前在修博士，那他要口试，他就是主博士，就是这学期会毕业，可以吗？不过他很大了，他在金融界应该有10-20年了啊，所以他的实物上经验非常丰富啊。那我们会请他，等到他来会吗？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这个。所以两个稍微对调一下，金融市场跟那个利率跟汇率。那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由金融市场我不会全部介绍，因为它金融市场里面包含货币市场会讲，资本市场，还有像股票市场，哦，还有衍生性市场。那衍生性市场像目前像聪老师也在讲等等。好，那我们只是稍微介绍一下，哎，金融市场有这些，然后它有哪些工具。好，那重点就是央行的工具，像利率跟汇率要怎么去掌控。那汇率这个部分我们3年级也介绍过了，所以我们会着重在利率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整个银行业发展，哦，跟整个金融改革，哦，尤其这个金融改革啊要搭配，像我们两岸已经签订 FR， 好，那这个签订 FR 之后，对银行业一定会有所冲击跟影响。哦，那这个冲击跟影响在去年整个股票市场上的金融业都已经反映出来了。好，去年整个产业，哦，你会发现尤其是年尾的时候，整个金融业红彤彤的，哦，事情已经反映出来了。那这个到底对于行业业绩有什么样的冲击影响？好，那这个我们会请叶师来帮大家上课。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现在两岸货币清算已经开始启动了，那人们我们可以去存那个人民币，可以吗？那在这里，我们会请叶师介绍人民币业务的简介，尤其是介绍像台商在 OBU 好那边，我怎么在利用香港、台湾跟大陆在这边去进行人民币的一些商品买卖。
好，这边我们会请叶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期中考。那这个，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存款货币创造跟货币供给的决定。那我这两个可能会结合在一起，跟货币需求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因为这不是重点。好，那这个我们可能要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先把货币政策的目标跟工具提到前面来讲。然后这个挪到下面，那这个我们也不讲。好，这个我们要介绍是那个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联性。好，那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讲过美国联邦银行，它为什么一直要放钱出来？包括日本的首相，他为什么要把那个通货膨胀率上限定在2%？它的用意是什么？那这个基本上都跟失业率、跟这个国家景气是有所关联性的。好，所以当一个国家的不管是央行或是执政者，在对付通货膨胀率跟失业率之间，他们基本上是有关联性的。那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央行应该要怎么做？它有它的工具。好，那看你要看一下它目标是什么，然后应该实施哪些工具。好，所以我们会先讲这个，然后再讲这个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关联性，然后为了对付这两个，央行它的政策对策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可以吗？好，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拿掉。好，我们会把那个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放进来，可不可以？好，然后最后再请叶师帮我们做总结，介绍整个金融危机跟货币金融新思维。好，透过他帮大家做整个的这个课程的一个结束，可以吗？好，那最后是我们的期末考。那在这里，这个上课时间到。